就错。用卫生纸甲滴做出来，你们见？用手甲用好叮当，佮敢那亲像真的共款，也佮彩带甲人仔叮叮的铜碗，充满着古早味。水土保持局为着促进农村文化营销，配合台地购物节，特别甲玻璃电农会以及台湾之星文化艺术基金会，共同来办理台湾乡土游艺节。目前的小朋友他很少接触到以前的那个农村的铜碗，包括说像我们跳方块啦，或者是说咱流鼻的人仔啦，吼啊。布偶啦，因为比较少接触，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让现在的小朋友都能够比较能够体会以前农村那个游乐的生活。现场所有创意铜碗，乃当提供给小朋友亲身动手来生看卖，也阁会使家己来创作，以及以农村为主题画图比赛，邀请着亲子共同来参与，增加着感情。现场亲子 DIY 的游戏以外，还有写生比赛，还有。那个农会的市集，希望大家能够带家里的小朋友来现场来做 DIY 的游戏。我来了，好，准呢。用地甲树林所做的竹签，是不是已经引起真侪人回忆？不过这古早味铜碗，对着真侪坐伫电视机头前的小朋友，恐惊是真青分。趁着这一届机会，邀请着大家一定爱来试看卖。今天来看到很多铜碗，都是以前小时候可能我们有玩过啦，可是应该现在有很多比较小的小朋友都没有玩过。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可以去试玩看看。结合台地购物节的活动，在四月初六到初七，伫保利的台糖文化广场热烈来展开。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做阵来参加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。记者甲记者采访报道。